爷爷的鱼塘。开闸放水，今天尽管玩，这片鱼塘爷爷承包了。你了，这么啊！救救救命！这鱼滑不溜秋的，也太难抓了。就让爷爷给你们展示下真正的技术吧。抓鱼就要快准狠。结果不重要，孩子们，方法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爷爷说了，抓鱼要快，这下跑不掉了吧？走你！好球啊！爷爷说抓鱼要准，拿准，发射！这下我们发了！还有更厉害的，最后一招！哇哇哇哇哇！怎么样，够狠吧？厉害厉害，爷爷也来露一手，看爷爷的脚气攻击。爷爷太厉害了。